Nanjiang Exhibition Center。我是刚刚列车长的809年。三月。809年3月8号，台北捷运文湖线南京附近站，9:49。我拍摄是开往南港展览馆的中央系统交通车捷运列车，感谢各位观看，就那，拜拜。